开，只是身体转动的开始，对不对？那它的结束在什么时候？结束在下一个转开，重心到位。比如说啊，我先说示范 ，four and one， 好，那我这个位置我是要从 and 的时候开始去运动我的身体 ，and two， 我什么时候做完？我是在 and 做完，还是在 and two？ 啊，是不是在主台上，在主台上，在我的 two 重心上去以后，我是不是才做完？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能看到，我从走之前到跳完这一步以后，这过程当中，我是不是一直都有在工作？我一直都有在持续。哎，所以你要清楚这个地方，它不是一个做完就完了，哦，它要贯穿我的每一步。开始，结束，开始。